講咗咁樣，開幕咁上年都好開心啦，可以同球隊一齊，最尾贏咗波之後，好多球迷一齊慶祝啊、升班咁樣都好開心。即係入波度係大家努力啦，係嘛？全部所有球員，唔理係主力啊、後補啊，都係出咗自己嘅分力啦，仲有教練啦、高層啦、如果冇大家支持，大家上年都升唔到班，係啦，係。多謝大家支持，好開心我喺咁關鍵嘅一場比賽當中入到波，係嘛？都係對大家一齊要衝翻上嚟啦！我相信我哋下一年會更加好嘅。好，咁啊，多謝大家。咁啊，頭先嗰位咧就係阿陳亞明嚟嘅，咁啊，雖然佢係。